最大声的。Hello， 大家好，我是辣姐。现在呢，我人来到了桃园棒球场。今天的天气有点阴阴的，虽然一点点阴阴，然后下一点的毛毛雨，但是我相信今天会正常开的，因为这几天的天气就大概是这样子。那目前呢，场地工作人员也都在整理的哦。辛苦工作人员们了，他们正在把握时间，赶快整理好场地，让球赛正常开打。那今天呢是平日球赛，今天有来了特别的团体，是从日本远道而来的偶像团体，叫做 Festive。他们今天呢也会来到球场跟大家一起应援。那 Festive 的成员呢，总共有六位来到台湾，都非常可爱。待会呢，他们也要跟我们的女孩练舞。不只是直接应援，今天也有他们开场表演哦。不只是 Festive 有表演，连我们乐天女孩都有表演。Festive 是跳开场，我们乐天女孩是跳中场，所以今天的表演也是非常的精彩。抓时间也来带大家认识一下 Festive 的女孩们哦。怎么担当？我们是乐天女孩，好，这是的小晴，好。嗨，赤色担当ルコとドコルリコです。嗨，青色担当小春こと辻小春です。嗨，オレンジ担当のひなりんこと阿部ひなりです。耶！我发现每一个女孩都非常可爱，而且她们的衣服是有特别设计过的，就是我发现她们胸前都有她们的名字，对不对？他们胸前现在看到的就是他们的名字，也是让就是粉丝可以更认识他们，而且知道谁是谁。这一次是来到台湾应援，你们的心情是什么？この衣装が結構なんか応援するみたいな感じのチア衣装みたいな感じなので、私たちも元気届けられるように頑張ります。ちょっと緊張するんですけど頑張ります。楽天モンキーズが勝てるように頑張ります。球場で応援するのは初めてなので頑張ります。ライブで元気とパワーをみんなに送って勝利を目指して応援します。いろんなスポーツ見たことがあるんですけど、野球初めてなのでいっぱい楽しみたいと思います。想问一下有没有人想要去台湾的哪里？キューフニーとフェスティブは3回ぐらい行ったことがあって、とても素敵な場所でした。
定心丸吗？会，这个定心丸一定会在，但是还是要跳好了，加油啦！我那个明天视力2.0，从这边可以看到另外一边去了。看到过芝芝学姐哦，我们接下来一起来拉布的左右身体的健身者，好的，继续接下来的左右。重重危机！我刚补了10只，你有没有看？哈哈哈哈哈！我补文盲，你补超多哎！为什么其他女孩都好像没事，为什么只有你全部都攻击你？因为我比较会流汗。我跟你讲，虫都想站身上，因为刚好换位置，我换到那边去，它跟虫都想站面在身上。对，从头到尾都在你身上。而且刚刚东来跟我说，你这样，他就这样，然后我以为我里面吃到了。我吃到了，他是叫你吃几只，然后来讲一下，听说大乐的虫更多。有点厉害，看起来真的没有任何一只虫在我身上。跟梦姐交流，真的比跳绳赛还累。那我超大，然后可是我觉得他因为没有你，你再示范一下刚刚那样好不好？对啊。你要飞走了，双节棍呢？要飞走，我看他起价。哎呦呀！
六个真的非常可爱，听说他们在日本也小有名气哦，大家也可以在 YouTube 频道就可以看到他们很多的音乐作品，那也希望他们来到台湾的这几天都能玩得开心。谢谢收看不小心的频道。好啦，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喜欢的话记得帮我订阅、加分享、开启小铃铛，也可以用超级感谢支持我，我们下次见，拜拜。